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华情。一段陪伴终生的旋律。消逝的回忆，邓小姐一直都认识很久，就是在高龄，现在可能都才能够没有一点激动，没关系，要慢慢来。一份浓浓的中华情怀。其实我们祖籍是河北大理，我母亲是山东东平，会讲老家的事情，我父亲常常会讲，感觉很紧张，很紧张，你紧张的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多人在这里。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中华情永远的邓丽君特别节目将带您一起回眸家人，共叙情怀。伴随着他的歌声一起铭刻在人们的心中，即便在他逝去22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难以忘怀他那夜莺般的歌唱。他就是邓丽君，有着邻家女孩般的笑容，天籁般的声音，还有他留给我们的音乐传奇。好
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现场，我是主持人徐丽，大家好。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100位邓丽君的歌迷、军迷们，欢迎你们！另外，我还要特别欢迎来自五大洲的我们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外观众俱乐部的35位朋友们，欢迎你们远道而来。邓丽君是一个刻在全球华人心头无法抹去的一个名字，她的歌声就犹如一股清泉，滋润着全球华人的心田，而她明媚的笑容也如同朝日一样温暖和永存在人们的记忆当中。可以说，全球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邓丽君的歌声，而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热爱邓丽君的人们。今天我们大家聚在这里，一起来重温邓丽君的歌声，重温歌声背后动人的故事，还有邓丽君本人那浓浓的中华情。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夕阳
童瑶，您好，徐丽老师。我知道童瑶你是中国音乐学院专门学声乐的，对吗？科班出身。是。那你什么时候开始专攻邓丽君的歌曲了呢？我在大学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听邓小姐的歌如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积累了她很多的歌曲。她陪伴着我大学生涯的那些忧伤和欢愉的那些时光。也就是说，从听到他的歌曲就开始喜欢，同时让他的歌声来陪伴你自己的大学生活。是是是，是这样吗？那从情窦初开开始了。那你这么喜欢邓丽君，你会唱她多少首歌？很惭愧，应该说能够唱的大概有400-500首。400-500呀。但是还离邓小姐唱的歌很。你看，军迷都在鼓掌，这算能唱很多的，对吗？哎，大家都知道，邓丽君不仅能拿国语唱，对吧？她还会唱日语，是的，还唱英文的，是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地区方言里面，闽南语、粤语都会。对，你也都会。哦，作为要唱她的歌曲的一位歌手来说，必须得会，必须得会。如果说粤语的，我唱一首啊，《漫步人生路》。在你身边，露水与美疲倦，伴你吻行一段接一段。闽南语的《天黑黑》好吗？天哦哦，地都好，阿公阿弟阿弟头阿伯管我 ，good da good，good da good，good 掉几杯酸柳果。日语的心心，没我托起的那一抹灭之，看那西谷的没我陪伴，苦无呀你靠你去哟的，我看你灭。谢谢，真棒，真棒，谢谢。啊，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微妙，跟你在一起我永远没烦恼。我一见你就笑，你那谈吐举止炫耀，跟你在一起永远乐逍遥。一见你就笑，在一起烦恼，永远在一起，在一起乐得逍遥。一见你就笑，谈吐举止是迷人，在一起太美妙。我一见
诗词之美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当中的精华。那么邓丽君她也是一位诗意的歌者，说到对这个传统文化的热爱，我们看一下 VCR， 听听邓丽君小姐本人她怎么说的。有时候唱着唱着，我会觉得好像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倾诉古老庄严而且幽情的中国。我便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我希望大家都会喜欢这几首歌，大家都来学这几首歌，让青海台上的繁华与五千年文化的金金宝玉借着歌声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在歌声中，让我们的子孙永远不要忘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快乐、悲伤和痛苦。邓丽君对家国的热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相信通过刚才大家听到邓丽君小姐本人的这段话已经十分的明了。那么今天我们也特别请到了她的三哥邓长富先生，有请邓先生。主任您好。您好。您好。小姐好。来请坐。见到军迷都特亲切啊，非常兴奋，也非常激动。谢谢他们这么多年来对于邓小姐的关注跟支持，谢谢他们，谢谢。我相信大家一定非常开心，就是您来到大家的中间，和我们一块儿继续来了解他们期待了解的邓丽君小姐。刚才说到邓丽君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热爱，我们说到了她在80年代出的那个《淡淡幽情》的那个专辑，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这一个专辑跟她以往的很多歌曲特别的不一样。是。他虽然他刚才已经透过这个大屏幕讲了他为什么要出这么一个专辑，但是三哥他在出这个专辑的过程当中有过什么样的困难吗？有过什么样的阻力吗？等等，这方面您能介绍一下吗？最主要的要去这么多唐诗宋词里面怎么去挑。对。然后呢，邓小姐说这个工作他来挑，他说他喜欢的就把它挑出来。邓小姐自己挑的词，自己挑，他要把它挑出来。其实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淡淡幽情》是第一集，它还有一个第二集没有完成，没有完成，歌也都挑出来了，那其中有一首呢，在前几年也唱过，叫《清平调》。
个是在《淡的幽情二》，它是在计划里面是《淡的幽情二》，这个是《淡的幽情一》。出来以后，找出来以后呢，最主要还麻烦一个，就是找谁来作曲。对。所以就从香港、台湾到处找，也找到了十位老师，帮他来谱这个曲。那为了制作当时最好的这个录音的设备呢，是在新加坡，所以又拉了一个大队人马，又到新加坡去，把这个才把它完成。那么在这些创作当中，有没有邓小姐她最喜欢的？跟您家里人说过吗？她最喜欢哪一首、哪几首？其实这个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啊，我自己也问过她，听唱了那么多，哪一首你最喜欢呢？她来看看我。我每首都喜欢啊，所以后来我慢慢也理解他的心理，这样不仅仅是《淡淡幽情》每一首喜欢，他自己唱过的每一首歌，他也每首喜欢，都是他自己，因为都是他自己的作品。是是啊，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邓小姐对传统文化的这种热爱，跟家教有关系吗？跟你们家里从小的氛围有关系吗？其实我们祖籍是河北大名，我母亲是山东东平，其实我们在家里面呢。那也都会好奇我们的身世啊，这怎么来的？所以我们在家里面也常常讲，会讲老家的事情给我们听。我父亲常常会讲。有山东老乡在这儿啊？多得很，多得很，多得很，保险听得懂啊。好。啊，你说。这一个人说不行，要两个人。要两个人说是吧？两个人说。好的，那我陪你讲好了。我说这个邓小姐，老乡，你好，你好，老乡见老乡的心里直发慌呀，我都不晓得该怎么说了。你今天在此地演唱，有这么大的场面，你感觉怎么样啊？感觉很紧张。很紧张。你紧张的什么呢？因为我从来没看过这么多银在这里。哦，这么多的银在这儿。没有关系，你放心好了，下面都是暗暗的，台上只有咱们两个人呢。好、我们在家里面对老人家的都很尊敬，这是很尊敬。那年代的我妹妹呢，她在家里面不是光孝顺父母，对我们当哥哥的都非常尊重。当然我们那个时候年轻时候也不懂了啊，其实她唱歌的都特别重视嗓子。那因为我们在家里面啊，男孩嘛，都有抽烟的坏习惯。他不会去干涉我们，但是我弟弟抽烟，他就会去管了，所以他对我们他觉得可以管弟弟，对对，但是不能管兄长，他是想，因为父亲没讲话，他就不会去讲。长幼有序，就是说在家里面这种兄友弟恭的这种，对，他非常非常尊重，就是说不是光对长辈而已，对我们一辈的兄长，他也非常的尊敬。我想跟有一些在香港一些歌迷有跟他接触过的，基本上都会晓得，他出去对见人也非常的客气，我想从家里面从小的这个教育对他是有影响的。这种家教也直接影响到了他的为人。现在妹妹已经走了22年了，邓丽君小姐生前她有什么样的遗憾吗？是。她走了之后，你有什么样的遗憾吗？她在从小啊，她读书，她是个好学生，但是不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就是他在学校里面去上学啊，他就是规规矩矩的，背着书包去上学，坐到课堂去听课。但是你是不是功课一定很好，并不一定。但是他的文科都很好啊，国文呢、英文，他这个都很好。那很遗憾的就是说，他也是为了工作、为了家庭，他在初二的时候就辍学了。我想这个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完成学业，也是他一个遗憾嘛。另外我认为她做一个女人，这个结婚走入家庭也是应该的。我就记得她在日本演唱会的时候，最后一首歌唱完了以后，她出来 encore 去换了一身的婚纱啊，那她也就表明了她这一辈子是嫁给了舞台，嫁给了这个音乐。连名字你都说错，
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所以他没有走入家庭，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也是个遗憾。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就是这边有这么多热爱他的歌迷，他反而没有办法到这边来啊。当然是因为那个时候的时空背景，彼此不管是内地也好，或是台湾那边也好，彼此有一些的限制，所以最终他是没有踏上这个祖国的内地。我想这个是他一个很大的一个遗憾。这真的是个遗憾。是是。嗯，好在三哥来了。没有。我知道我想象邓丽君如果在天堂知道三哥也替他来到了祖国大陆这片土地，一定会非常的开心。好的，谢谢三哥，谢谢邓先生，谢谢大家，谢谢。屋檐独上西楼，一生演唱歌曲。